儿子直播陪女明星吃饭，展示与女明星的规格，饭后运动一起击你太美，开团火锅君纯带节奏，展示人类最顶级的嘴硬，最后直接演变成家暴现场。邀请女明星来，这里的规格得是什么样子？看一眼顶级牛排，哎，上头在哪？哦，这里。嘟嘟，这个看着还可以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你们菠菜。看一眼，上面还有那个是鱼子酱吗？这不是菠菜？好像是，但是这个东西不好评价。感觉要蘸调料，蘸酱油。来个虾头，等他等好久了，煎虾头。还行，但有点小油。要不要切小一点？什么意思？问号干嘛？你们是没人喂东西吗？还是什么？为什么要问号啊？这不很正常的事吧？对啊，这不是天天都在发生的事情吗？什么意思啊？你看我都说不吃了，他还要喂。你啥时候说了？我没听见。你什么时候说了？你问他们，我刚都说了不吃了。他真说了吗？刘刘汪说他会剪头发，我真不信。我没说我会剪头发，我会剪刘海。我的刘海就是我自己剪的。你也配？我这个刘海就是我自己剪的。小丑不是剪的挺好吗？嗯，来把手机拿过来。小丑还有弧度，不打。来来逮一下他。纯小丑。来来来，看一眼，看一眼我的刘海自己剪的，说的很自信。妈看着纯小丑把脸一捂，不敢剪了，不敢再染，过一段时间再去染。我双十一定金已经付了。NBA 女明星玩的就是有钱。双十一便宜，打七折。NBA 怎么说？女明星来表演个节目，给你们表演一下。我来给你们表演一下。哦，瑜伽。我跟你们说，我是纯瑜伽鬼，老子瑜伽就是没压力。哎呦哎呦，女明星已经开始练习了。来，我来呗，要不就记住我的表演，我就跟你们这么说，以后老子再说我巨软，你们嘴别硬。这个在桌上怎么看？哦 ，OK，就这。我整个手掌都贴下去了，那我只有这里比你软，其他的都没有你软。那你要搞那种做不了的动作，这样他们才会张大嘴巴。把，哎，你过去表演一个把脚放头上。这个不是很简单吗？我做不了。哇，巨自信！我来啦，整魂儿！看一下弹幕有多少可以。怎么说？我来看一眼弹幕。我一直是小丑。有嘴都会，他们用反正有张嘴都会。那边还那边还行，还有什么？我给他们全部表演。那你批个一字，批个一字八字。那个太简单了，那不都很基础的吗？去的对象是你哦。啊，你不会拉伤了吧？没有这身，不好说。真不好说。不好说。嗯，看一下你的便秘的表情。我操，不会真的吧？没事，又怎么了？不就装一下吗？嗯呗。再来个前面的。感觉裤子有点紧。跟你们说，他这个裤子
全是扣子。哎咦，你弹下来干嘛？这里面能看到他的腿吗？看，可以看到。这样很下流哎。他可以一直到这上面都能看见腿吗？那真的很下流。恭喜这条犬套你猴儿。哎，怎么说，刘派在不在今天？应该在的。我只能跟你说，主播是不可能不发的，主播主打的就是发奖，主播主打的就是效率，你懂吧？你们可能不知道，因为你们可能大多数的人没有中过奖，但是你去问那些中过奖的，他只会说主播发奖真的快到流血，真别尬。不是很他妈色你们知道吗？老子上次说发奖快，然后被勾巴不知道哪个号给截上去了，然后说我在说谁，他妈老子自己说正常说话，他妈还是暗示别人。我为什么要暗示别人啊？我只能跟你说我做我的 OK 呀。你妈不会真是火锅君吧？我不知道，我就随便刷视频看到的，点踩一下火锅君，存在他妈带节奏，真别尬。但是说实话，火锅君我经常看的，有点味道，他有点色，存在带节奏。会不会只因你太美？是那个什么，对。喂，他比我专业，我好想吐啊！哇，他比我专业，我好想吐啊！我真好难受，我想死现在。哇，他真会！你来表演一个。上面一下，下面一下，就撞墙，你就贴着墙吧，你撞墙，就最简单的就是，哎，撞墙，上面撞一下，下面撞一下，不是，你不是这样斜着撞，你是蹲下来撞，就是这样。哇，女明星的教学，你来。这样撞一下墙。你教我学。嗯，近一点，不然他们看不见。我纯僵尸。就是。上面撞一下墙，蹲下来再撞一下墙，打打。给你搞个音乐，不是你那个撞的真还可以，你那个真有点感觉。要握着，上面一下，上面一下，上面一下。哇，是这样，好。哇哦！哇，纯黑子本来还挺喜欢你的。本来还挺喜欢你的，就三块肌肉。哎，你妈的，你在干嘛？别骂人，骂人。哎，你直播你在干嘛？你刚刚我怎么了？嗯，你手在干嘛？我不是在看手机吗？刚刚手机在我手上，搞黄色。没，真没有。哎呀，真没有。爱信不信、爱信不信，谁信他的鬼话？家里有衣服都是我一个人洗的。再放屁！家里衣服不是都是我一个人洗的？放你的屁！我没洗。你没洗，内裤袜子都是我洗的，你还有什么可以自己洗的？我没洗。那弹幕说一下。那我洗的是什么？弹幕说一下，你们衣服自己洗吗？我肯定自己洗啊。还，那为什么这个人他不自己洗呢？我也自己洗的。这个人的内裤和袜子都是我洗的。信我还是信他？那下次我洗衣服的时候给你们直播一下。行。下一次户外直播给你们洗洗内裤。小丑。怎么这么小丑？不是。你什么时候自己洗过衣服？多少年前？我一直在洗。啊，真的吗？上一次洗衣服是什么时候？昨天。啊？你昨天洗了什么衣服？那裤子。什么裤子？裤子和袜子。什么裤子和袜子？自己穿的呀。昨天没洗过袜子。我洗了，你没洗，你肯定不知道啊。放屁！这衣服也都是我晒的。你凭什么否定我？都是我自己洗的。我让你都没看到，你还否定我？洗衣粉在哪？
洗衣粉你管，老子用的洗衣液，我用洗衣粉干嘛？啊，洗衣液在哪？洗衣液不就在洗衣机旁边吗？不在。就在那里，还在钓鱼，还在钓，就在那个洗衣机旁边，就那个洗手池下面那个地方，还在钓，他自己不洗，然后我洗了，还在那里钓我，然后现在没钓成功，在这里笑。停。小丑。我问你问题，洗衣液。小丑。老子手洗的，小丑，看到没有？洗，等一下，你说你洗的袜子和内裤是不是？我不等你，不是你干嘛的，小丑？内裤和袜子有专门的洗剂，不是用洗衣液洗的。我就要用那个洗衣液，怎么了？那洗衣液什么牌子的？老子，我用洗衣液，我还看什么牌子？我有病是吧？谁会看？不，你问弹幕谁会看洗衣液什么牌子？你们用洗衣液难道不知道洗衣液什么牌子的吗？有人买就行了。他们也在问什么牌子的。不是，有人买不就行了？啊、哦，有人买，我下面放了八瓶东西，那个洗衣液是什么颜色的？蓝的。放屁！下面没有放蓝色的瓶子。我说蓝色液体。蓝色瓶子是刷马桶的。蓝色液体，透明的瓶子。没有透明的瓶子，透明的瓶子是洗真丝的。亲一下。什么意思啊？啊哈哈，你真什么意思、啊？真虾头。我巨虾头。我们来表演一下沙暴，好不？啊！真虾头，不是，真没见过这么小丑的人。这个人突然有一次突然刷完牙之后，给我来了句“来激情舌吻”，真没有，真没这回事，存在编，真怎么那么能编啊？是编剧，我当然编不了。你还不是编剧？不是，你们听这个话像不像他会说的？我怎么可能啊？这个话绝对，这个话绝对是他会说的，好不好？真不说，真是什么谁会说这个呀？你呀，放你的狗屁！明明就是，然后现在还在装，哎呦，亲一下脸都说恶心。不说实话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妈，没有我还要说有，不是我有病。当初叫人家小甜甜，我现在叫人家刘夫人。甜 NM。哎 ，OK， 真撤了，真撤了。妈，2%的电了。8-6。撤了，撤了，兄弟们，8-6，8-6。嘿，8-6，朋友们。不是我在女明星面前我是什么东西啊？真不会以为主播很屌吧？真不会觉得主播在家里有地位吧？